戴口罩闪躲镜头，他是台志光顾问陈丰源，也被怀疑是帮台志光笼络政党关系的牵线人。他用公务人员的联络人的名义，然后再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他才是台志光里面，如果说要负重大责任，他应该是比手模的过程还严重。陈丰源去年刚退休，曾任北市殡葬处府会联络人，穿梭议会，透过送高档礼品打通关系，手法先礼后兵。昔日只要遇到议员紧咬预算不放，办公室就会接到陈丰源电话，表达台志光希望派人说明的立场。在我跟林世忠议员的部分，我们是没接过他电话的。他可能知道我们就是从头到尾、彻头彻尾的反对，但我们听到的是，他有邀请，很多位议员，包括很多的关系啊，包括太多的政商关系，但我从来都没有，我连见他都不见。那帮这个台志光既得利益者啊，那做出这些不合理、不合情、不合法的事情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啊。下流又可恶啊！王世坚和林世宗长期在监视器预算据理力争，但被封为北市议会四小福的国民党议员，传出利用锁资卡预算等方式，要求市府局处配合，逼得原因守护预算的市警局长及政风处首长，在预算交付委员会审查前，私下拜托王世坚、林世宗要坚守立场。他们也有时候也熬不过了，所以希望说我跟林世宗。能够在这个部分多帮他们，就是要删除这一部分，每一年增加的这个8000万到1亿1000万这个差额。到底谁和台志光里应外合？随着检调的厘清，真相逐渐浮出台面。金星网黄轩秋、博婷、彭以洲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金星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